敲下一支垂宣布开会之后，却向宣布抗争开始似的。民抗议开会人数不足三分之二，国民党国代也不甘示弱，要不要打架？不要打架！哎，不要打架！莫西，莫西，小帕，来接！踢球拍，套炸都来踢球拍，莫来，不要打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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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
杜文清随后又跳上主席台和国民党的代表战，会中主席曾经要求两党协商，但是被两党拒绝。